男神林志颖和歌王姐姐林俊杰，这对演艺圈有名的好哥们，身穿一黑一白的金装，一同拉开弓箭，合体为代言的电玩演唱会揭开序幕，也首度在台湾联手演唱主题曲。开心分享喜讯，将天影对双胞胎男宝宝的林志颖透露，老婆目前的状况一切稳定，等十二月之后，他就要放两个月的长假，专心照顾家人。只是大儿子 Kimmy 有时童言童语，担心自己会失宠，对此林志颖则是尽力安抚。然后我还要顾虑到 Kimmy 的感受 ，Kimmy 说：“那你们有了小 baby 以后，那我怎么办？你们会不会不陪我了？”他开始已经开始担心这个，所以现在开始都会开始就是买些小东西啊，都说是这个是弟弟两个弟弟送给你的礼物。看到身旁的好友从一家三口变成一家五口，林俊杰坦言确实相当羡慕。只不过屡次被拍到带辣妹回家的他，再次声明自己仍旧单身中。他自从结了婚之后就没办法介绍了连出来遛车的机会都比较少了啦。以前我们一天到晚出来遛车，现在都比较少了，因为毕竟有家庭啊，有 Kimmy 在，每天都陪着 Kimmy 在玩嘛。耶稣乐宣中心特别报道。